吴尊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奶奶 Max， 三人日前参加亲子节目，一家人温暖的互动深受大家喜爱。今日吴尊带着老婆和奶奶到欧洲旅游，在网上贴出许多合照，却独缺儿子 Max， 引来粉丝心疼，纷纷表示想看 Max。而吴尊一员粉丝梦在网上贴出与 Max 的视讯照片，文中写下对的，他自己在文莱住外婆家，大家心疼 Max， 我们也是啦，又想试一次看这个男 boy 有多坚强，果然他真乖，没吵没哭，让我们很安心， Max 真的是我们的骄傲。原来吴尊是要训练儿子的独立呀，但还是有许多粉丝纷纷抱不平，跨年不带弟弟怎么也说不过去，太过分了，脱粉11天。更有粉丝装成是 Max， 表示我可能有个假爸爸。